呀，李博整体新通胜相当之快，火流星是不慢的，中间上了来见到就友谊第一，入面就是红威，左右啲跟住就係千里馬，中間仲有飛天神馬，然之後跟住一個馬之後就係追擊手，追擊手再後少少咧，跟住先見到就係黑鷹嘅，咁黑鷹再後啲咧，跟住先至見到外邊快活英雄，快活英雄之後拍住後面仲有就係光速嘅，光速再後啲跟住就星日歡騰，然之後跟住就紅福星威喺曬尾就利而高，佢離頭馬約莫係十個馬位左右㗎嚇。好啦，约莫仲有呢个1300米中段放头，佢啲新通胜放出嚟一个马位之先，领先啊！快活英雄上嚟逼佢喺第二嘅，第三位入边嗰只就系红威啊，然之后喺外边嗰只友谊第一，最后啲跟住入边千里马，千里马外边追击手，半到马位之后跟住就系飞天神马嘅，飞天神马最后啲跟住就是黑鹰，黑鹰外边光速大恶难，仲有火流星嘅，然之后跟住就星日欢腾，最后啲跟住就成功路，尾依位置红福星威包晒大尾脱晒节，嗰只就利而高，佢哋头马超过12个马位开外嘅。好啦，转紧银禧湾前面放头咧，变得快活英雄放出嚟过嚟马位之先，领先新通胜仲守住个第二，过嚟马位之后第三嗰只红威喺外面上紧嚟就友谊第一啦吓，再后啲跟住先系千里马，千里马外边嗰只咧跟住先系追击手拍咗一齐，仲有飞天神马嘅，然之后跟住就系光速啊，光速再后啲跟住就系呢个黑鹰，黑鹰拍咗一齐，仲有星日欢腾啊，再过嚟马位之后跟住就系火流星拍咗一齐，仲有红福星威。尾位置变得成功路喺晒尾，仲系利而高啊！距离头马都仲成11个马位咁远嘅，转翻入正直路啦。前面第一只突咗位咧，叫新通胜突咗位上嚟追佢，见到就红威啊，系咪上嚟见到？仲有就系千里马大牛咗，中间见到友谊第一啦，系咪上嚟？仲有光速嘅，前面新通胜就越骑越有啊！第一上嚟追佢，见到就系千里马，后面上嚟仲有红威得个揽住，后面上嚟仲有就黑鹰啊，大牛仲有友谊第一嗰啲马嚟嘅，新通胜依然领先300米之后上嚟嗰只就系千里马，千里马就斗紧新通胜，后面上嚟见到仲有嗰只就系黑鹰嘅，千里马有机会可以赢马啦，冇错，千里马跑第一，新通胜啊跑第三。名就红威噶，千里马郑宇田发挥得非常之好。最后阶段咧，新通胜以为佢突咗围，但系始终咧都系均速马，骑下有啲，骑下有啲就千里马。四班咩轻磅点都系着数啲，又系赢过呢个路程噶。红威入直路系威系势，最后啲只马都系始终难出头，加速力唔够，反而只黑鹰揾到位又上嚟，好可惜啊，追唔到，跑翻个第四黑鹰啊！千里马跑第一。新通胜就跑第二，红威就跑个第三噶，好努力啊！今季啲嘢千里马已经搏咗，虽然未有一千里，不过都搏咗好多里。唔系佢跑咗嗱，呢次第27场加埋操练都应该有一千里噶啦。上次就即系塞车啦，冇得讲。终于赢喺度。上次喺快活谷个塞到飞起嘅，翻翻嚟沙田佢赢过个路程。一样应付得到啦，我追啦，火流星都冇追啊！好啦，睇下沿途走位啦，出闸啦！红威喺中间，而家出咗嚟先噶啦。友谊第一，亦都开边慢慢渗埋嚟，有少侧起个头，拧头唔制，唔中意谂住。呢只马系好难控操控到嘅马，新东胜系外档啊，变咗焗住。呢只马群中佢又系咁样噶啦。睇佢哇，扭来扭去咧，友谊第一。其实快活英雄咧，开头你睇佢嗰个跑法，佢都想捉下，捉唔到喎，咁啊走喎。其实火流星今场都揾唔到望，揾唔到遮挡，你睇到走咗喺出边，戴咗呢个面箍之后，落咗单，所以利而高就完全脱离咗马群咯。嗰只可能有啲事啊，真系得噶啦，嗰只睇佢试跑咯，死死下。我睇一只马就知道呢场有得追，就系只红福星威。追好多啊！翻嚟，翻嚟喺外档追，佢追得后啊！而家尾三，佢几后啊？追到啊，有得追嘅。黑鹰啲马咁厚都系唔上得翻几多，始终都系烂噶嘛。系烂啊！即系佢唔系话一段串啦，佢摆喺千里马嗰啲位，起码都要即系嗰种。咁俾咗千里马压咗佢嗰个位，佢就变咗佢要后一个啦。好啦，嚟到呢度咧，开始新东城都早啲走噶啦，呢啲马就系大步，唔会出去受啲红外侧。红威俾佢顶咗出去少少添，唔系大家斗骑先咧，就新通胜个反应强好多啦。呢度系拉开咗先嘅。黑鹰就一只埋边移咗中间，千里马就喺中间，红威同埋呢个新通胜中间揾咗个位。嗱，即刻睇埋最外档嗰只就系只红福星威，系咪最？啊，最好多，叻过火流星添。火流星都冇遮挡。佢前段斗力斗咗佢。喂，咁样计友谊第一都唔系太差，我哋啦，跑到咁唔规矩。